你站过四十节腰变成那个？好，没有，我想的是我看过那部电影。我开始录了，已经开始了。我开始录了，哦、要不要开始是？好，这有人。好，那我们就开始，要开始喽。锵锵锵！没办法。我发现弱了，好奇怪。可是还是看得到了。是啊，好，开始了。好，那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台大气候行动社的社科，我们社科主题是田野能吃吗？那这次我们的演讲者有地理二的林轩耀跟生工系大二的龚宇彦社长。对，好，那一开始我们先讲一下，那我们台大气候行动社到底是在干嘛的？为什么我们这次会办这个讲座呢？好，第一个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起源是什么。那我们的起源其实是来自于台湾青年气候联盟这个组织。那这个组织本身是以青年为主的 NGO 组织，它的年龄组成大部分都是就是20岁到30岁之间的青年。那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全球尺度的气候政治议题。那在过去好像2015年的时候，他们认为说，那我们开始设置我们的校园据点，于是他们就决定在各个校园内设置。希望可以设置可能社团，然后能够与他们一样一起关心有关于气候的相关议题，那也是因此有了气候行动社的存在。对，好，那为什么我们特别讲到气候行动呢？因为什么是行动？我们行动目的其实是为了推广，借由行动这两个字，让更多人能够参与，然后了解气候变迁这个大问题。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讲。我们是气候行动社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我们行动两个字。好，那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推广呢？第一个有我们的水100。那在过去呢，其实我们有去过桃园的皮塘，以及我们基隆的八老子啊、关渡湿地以及桃园藻礁等等。那我们目的一开始目的是为了希望可以收集100个有关于水的故事，透过这些故事让更多人去知道有关于这些相关的一些环境议题。好，那除了水100外，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专案议题以及社课，比如说前几天刚结束的节力工作坊，以及过去我们曾经播放过天翻地覆，以及即将播放的寻找明天的答案的系列社课，还有曾经办过的校园撤资计划等等，这都是我们进行推广的方式。那我们这边可以讲一下水100。那我们这边，那其实我们水100，我们是采取的方式，我们的选择是寻找跟台湾本地能够有所结合的参访地点，然后我们会开始去寻找可能在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人物或是老师作为我们的访谈对象，以及外加我们去之前我们会有一些丰富的社课讨论，然后最后我们再透过我们的可能录影或是用一些社课的结束之后的检讨的那个发表活动。然后把这些我们所做过的事情能够把它分享出去。对，那这边就是我们之前曾经办过的一些社课的相片。那最左边那张其实是天翻地覆的影片的分享，那右边这张是我们去八斗子的时候的合影留念，那这张是我们前几天刚结束的节令工作坊的最后的合影大合照。好，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呢？因为刚刚都是我们过去已经做过的事情了。那首先我们想要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5月17号跟5月23号的时候，我们会有明日进行曲的放映系列社课。那我们希望透过这张影片可以让我们大家好好想一想理想的明天可能可以长什么样子，然后外加5月23号的时候，我们会与这部影片同时也是书籍的译者林永新一同来探讨一下国内外的案例，以及探讨一下我们可以怎样去进行实践。好，那过来是我们之后的另外一项社课的重大内容，就是 CBA 以社区为本的气候变迁行动调试。然后我们这也是提供我们关于水100的另一个思路跟方向。对，那我们
我们也会开启我们与全国社区大学促进委员会的合作，以及与永和社大联系，希望可以我们进入社区进行蹲点，探讨一下当我们要讨论气候变迁这一题的时候，在社区这个地方里面我们可以怎样 去实践，跟地方去进行一个连结。好，那我们就会正式进入开始我们的社课，有请龚宇彦社长。太早了吧？可以。所以今天正式开始，很抱歉的分享。嗨，大家好。好。我觉得为什么人那么少？要问谁宣传的啊？哇，算了，我已经心死了。什么事？我已经心死了，差不多了。他说你儿子就听到你现在在讲这些话。好了，那我先自我介绍，我是深工论的龚宇彦，那我现在是气候行动社的社长。然后今天这一部分，接下来这个章节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田野。现在什么过来？可以录，把你录进去啊。是我们很想录进去吗？你觉得，在继续之前，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是田野？来地质系的同学，你觉得什么是田野？就是出去做很多人文景点的观察跟拍照。就叫做田野吧。那你觉得，来你总理，你觉得什么是田野？就是去田里面野餐。啊？好，那他我就不用问了。那你觉得田野？我说我就在你家。其实我是在问什么是田野的时候，我比较想知道的是。什么是田野的场域？田野的场域就是田野发生的地方，田野发生的地方。那你觉得田野会发生在哪里？有人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都会。哇，你呢？综艺？同感是什么？有人有历史，所以没有人就不是田野吗？不完全这样，所以是说有人有历史可以是田野，可是不一定要有人，也不一定要历史。那什么到底是什么田野？田野的场面是什么？就是应该要有人，应该要有人，所以没有人就不能是田野。不完全，你不要不理我。好吧。所以我想问的是，农田是田野吗？森林中的原始部落是田野吗？是。高山是田野吗？一定要绿绿的吗？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你们知道这哪里吗？这哪里知道吗？哪里？台东。池上，你呢？你觉得在哪里？你家的后花园。你觉得这里是田野吗？是田野。这里是田野。可是我不知道这是哪里，抱歉，我也不知道这是哪里。这是我 Google 搜寻题目，我是 Google 搜寻我打田野的时候出来的一张照片，所以这是田野。那这是田野吗？这是田野吗？那你们觉得这是哪里？中义。某个市场。干嘛这样？你去过就不要讲了。你没去过。他没去过。啊，对对对，没去过。你知道这是哪里吗？这是在一个基隆的鱼市场。
然后我们之前的学学一般有去过一次，那时候我们要讨论是，我们想知道那里的台湾的水，海洋资源的现况，所以那时候特别去了那里。好，所以说这里是田野。我觉得田野是一个，好了，其实这是雅逊的说法。我那时候问雅逊，然后呢，这是雅逊说，田野是可以具特定议题的场域，也可以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地方。那有问题，请问田野实际上有定义吗？有啊。好。有。先生，你要时间。你不是你要照我吗？你就按照你的解释，我想听一下深宫西到底怎么看题。我觉得田野是有定义的。我比较想知道他。就那你就讲。所以国王，所以我要讲，我要讲啊。就你讲。我觉得田野的定义是有一个让你想要知道的对象，然后那个对象有个故事，然后让你有冲动想要更了解那个地方，那地方就是田野。然后我的对象我没有特别说是，就是说我觉得不一定是一定要有。那。其实我想说，每个人田野一样吗？对地理系来说，什么是田野啊？地理系什么是田野？你的田野是哪里？你的田野可以是哪里？我在问他，我问你啊。好啊。他是讲什么？哦，没有，刚刚想到，就是因为我们会讲，就是时差，也会讲时差，也会讲田野，那感觉好像这两段有不一样，就是通常讲时差比较偏向自然地理，就是。我们假如有些课，比如说像地形学或是什么水文学啊，说去实查，去地理实查，然后我们会讲实查。可是，比如说像我们一些人文的课，然后人文课会比较习惯会讲说我们去触个田野，不会讲说我们去实查。所以你觉得，实查跟田野的差别是在人文跟自然吗？因为其实说实话，应该是两斗人，因为地系的核心还是人的环境。那田野的话，我自己觉得还是人的成分比较多。因为时差的话，就是我们即使假如我们在那个啦，我们地质学去那个泰鲁格国家公园，那看起来很自然嘛，那其实它也不是纯粹的自然嘛，它也是有人为的因素去把那地方建成一个国家公园，对。然后田野的话就是一种，对吧？因为田就是人去种才会变田嘛。那从光合资源上来看，就是感觉就是人的感觉比较多。哦，所以说，如果是理工科就没办法田野。理工科就没办法田野，没办法去田野。应该说没有理工科的田野嘛。如果说依照他们的专业者。如果他们去外面做他们专业的话，他们帮我田野。理工和田野，听不懂。就是说，我问综艺好了，深工系有没有田野？没有。深工系没有田野。真的只有校外教学。就是对，只有校外教学，没有田野。除非环化那个不知道。那个应该不太算，可以猜猜。那地质系有没有田野？有，地质调查。地质调查，所以你觉得地质调查不是田野？有一些研究议题很像田野，像那个有些人研究会去采河口边的一些珊瑚之类，然后看它被污染的状况。所以那是田野吗？那种应该算，就虽然它是用科学的方法去做，但是它记录到的是。人类工业发展历史对环境都有影响，如果照他刚刚讲讲，里面没有人，所以说对地理系来说，你那应该不是田野，是吧？我会觉得是哦。因为依照他的说法的话，田野里面最重要成分是人。有啊，可是不是有一个痕迹在里面？人的痕迹。对啊，就你检测三年发现那些污染，那些污染物可能是就是。像95%是人造成的，所以说人的痕迹是不是田野？其实我们有时候又会觉得这些词，比如说地理时差、田野调查，有时候也会混用，只是我们
混用也是还好，通常还是会，人混的还是会讲，就是一个出田语，可是自然就我几乎没听过，没有老师会说我们来一个出田语，我们都会讲，他就说我们要那个视察，我们去哪里往哪个地方哪个点去视察。哦，是吧 ？OK， 好吧，那我们下次继续吧。要不要让他们先用吃点心？没有，八点，八点才开始，对，刚开始，刚开始，还没开始，鹅蛋挞会凉掉哎，没关系啊，哇塞，要不要？一人吃一个吧，哇，现在是继续，你继续讲，知道吗？吃我，残忍哎，没关系，我凉掉没关系。那如果你知道甜点是什么的话，自己拿。如果你知道你的甜点是哪里的话，那我们就先直接进入甜点吧。我们先不管事前准备了，就你知道甜点是哪，我们就直接进去。虽然说事前准备对甜点来说是很非常重要的，可是说我们今天社课可能没有涵盖到事前的准备。他会涵盖，我不会涵盖到。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先进入甜点。耶、yeah. 啊，对不起，你觉得一百分，是啊，你觉得金融甜点最重要的事情？地质系的同学事前了解吧，进入田野的时候、哦、那个参与最重要的是什么？到处观察，到处观察。那雅旭咧，进入田野最重要的是什么？嗯，一个开放的心，不要有预设会发生的情况。哦，综艺人进入田野最重要的是什么？田野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好想认同雅俊。嗯，你那我待会第一个先问。我很为他这样。我就要最后一个先。对，我觉得。对。安军嘞，嗯，田野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有点类似以雅俊的基础做延伸。应该是换位思考吧，换位思考，用田处于田野的对象的思考模式来看，试着用田处于田野或是我们仿掉对象的思考模式来看事情。我抱歉，你再说一次。哦，好，就是田野的话，它可能是一个范围或一个特定对象。那我们应该要以那个范围或那范围你其中的特定对象的角度来思考，而不是用自己过去经验固有的看法去解读我们看到的东西。所以说，最重要的是，就是打开自己心，对不对？嗯，对。好，打开自己心要干嘛？嗯，没有没有，我才问，打开自己心要干嘛？啊、嗯，是要，我觉得啊，打开自己的心态是要努力接收整个田野的讯息，对不对？嗯，是吗？嗯，所以说，田野当中最重要的是打开感官嘛。嗯，田野当中，最主要就是努力打开自己的感官，那就不需要急着分析。也不需要急着记录只要记录大要概要就可以了，最重要是打开自己的感觉。那记录有错错，就算就是来记录好的，记录有错错错，有错有错，什么什么样的有错，所以有些东西有错需要很好记录，就是记起来，然后等到大概很快就说。有时候就是那种感觉。还有哦。对啊。我现在想坐下来。好好坐下来。先坐下。加油。我看到脸红。你看你好红。头皮。你要很有劲。接下来我们要打开感官。你很有目的性。我们需要训练一件事情，就是你当你听到这个，现在打分之一是。对听觉的一个敏感度，当你打开你的感官，打开你的耳朵的时候，
你必须要知道这个。就假设你在刚在待会听那个音档的时候呢，你可能要先想象你自己在那环境，你觉得你自己是听到了什么？你觉得这里是哪里？为什么呢？你觉得那里是哪里？然后你觉得你感觉到的周遭到底有什么？那这个部分打开感官之一是，是主要是听觉的部分，因为除了视觉构成的城市以外，声音也是构筑城市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城市里面的所有声音啊，都是人的生活方式。如果有声音有稍微有点变动的话，那也是能透过声音表现出来，让你知道这个城市有什么变动。那各种声音之间必须相互解释、相互映照，才会呈现一个城市的样子。那接下来就开始吧。哦，等一下，请大家闭下眼睛。好，我要不要关灯？对啊。好。声音等下调一下，我准备讲。完了，我上班。我上下班。对不起，大家闭一下，十秒钟。好久、哦，这样很难吃晚餐。好变态。你觉得这里是哪里？为什么？地质系的同学，我啊。好，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吧。为什么？对啊，因为虽然听起来像餐厅，可是有时候听到觉得叫卖的那种感觉。那你觉得周，你那你在这清野周，你觉得旁边有什么？旁边。然后。你是以你的对菜市场的既有的印象去做这个回答吗？还是？哦，那中医的可以再放一次。可以再放一次吗？你这样就没办法进田野，你的感官已经被封蒙蔽了。厕所的天店。我知道你这样很糟糕吗？顺便跟我开机吧，也不用担心。安军嘞？我觉得有两种可能的感觉，就是它可能是在室内或室外。就是如果是室外的话，可能就像是市场那种。然后室内的话，为什么在室外的话是市场？因为我有听到车子的声音，我觉得它并不是那种小巷子里面的市场，它可能是一个街道，然后可能是那种。而且是那种不会很宽的两线道那种，然后周遭有很多摊贩，可能有点类似风景区的那种很多小贩聚集的地方。嗯，然后如果是室内的话，我觉得其实也算是市场，可是那就变得可能是有点类似那种产品在经过中盘商的某个地点在转送过程之中的那种吵闹纷杂的声音。
那为什么刚刚那声音不可能是西门町？有可能啊。西门町？那西门町是什么？嗯，其实广义定义，广义上来讲，它也算是一种市场，我认为。哦、那你觉得，如果刚刚是西门町的话，它多了什么东西？它应该要多什么东西，或它少了什么东西？嗯，应该说西门町，刚刚不是西门町，我刚刚你都看到了嘛，反正刚刚是菜市场，那确实是菜市场。哦，这是菜市场，我没看到。菜市场，那是菜市场。我很乖，我都闭眼睛。好、哦、乖孩子，坏孩子。你觉得如果是西门町的话，他应该要做什么？声音是类似的，可是类型不一样。西门町的话，我觉得人讲话声音会比较清脆一点。清脆？我不知道怎么讲。对不起，我不知道在说什么。好。那雅逊呢？我刚刚听到很重要的一句话，他一开始那个音档就有，我来看看哦。这句话很重要吧？应该市场才会有这种。所以这句话不会出现在西门町。西门町哦、嗯，特价的时候可能会。我觉得这要看你自己去西门町的那个经验有没有去过西门町啊？有没有去过西门町？我去过。没有，我跟你说啦，对不起，你有没有去过西门町？有啊。有啊。是不是应该做什么东西啊？就是那种大型摊板。嗯，没错没错，刚刚那都没有，所以说这个可以判断。其实我原本有打算找另外一个西门町的答案，就是给他做比较，不过发现我应该讲不完，所以呢我就把那个西门町删掉。好，这确实菜市场啊。大家要再闭眼睛十秒钟，拜托，一定要乖乖闭眼睛，乖乖闭眼睛，地址器的同学要乖乖闭眼睛。我说张开可以张开哦。对啊，宝宝们。电视，它电视上面的播的，那就从